失明十年如一。My Radio 将于2017年8月18日在红磡海逸皇宫大酒楼举行10周年台庆联欢晚宴，门票为港币380元及1500元两种。我哋已经准备了精彩节目和丰富奖品俾大家。有兴趣的朋友请留意 My Radio 最新的公布。反常世态，合众为色。大家好，星期二晚合众为色啦，又翻嚟。今次咧，亦都系要请咗阿斋主上嚟，好多谢你啦。大热天时咁焗咧，都冇人想出街噶啦。你好，你好，你好。好似呢个暴风雨前夕啊，就嚟就嚟就嚟吓大吓，即系咁样啦，好劲咁样啦个。遲啲可能發生大件事啊！咁都好多爭吵啦。由六四前咧，其實就冇乜爭吵嘅，即係個爭吵唔係好多。但係反而去到六四嗰一刻咧，就有啲聲明啊、論壇啊、啲訪問啊、節目啊咧，就開始多爭議。反而完咗之後咧，大家見到仲好多人講更加多嘅嘢，係嘛？咁我哋都冇辦法都要講一講啦。因為其實即係今年啦，其實已經2017年啦，六四即係六四晚會，其實已經係28周年。咁相對地，今年嗰、那個無論係事前嗰個氣氛啦，或者個討論咧，其實係相對地低嘅。尤其是係即係泛本土派嚟講咧，對於個討論其實係相當之唔熱烈啦，冇乜興趣咯，甚至係有可能係有意無意地係 play down 成件事情咁樣樣。只不過就係話即係嗰、那個，譬如話支聯會又好啦，又或者嗰啲傳統政黨嗰啲人士咧，評論員啊嗰啲，或者評論員咧都要即係不停咁樣撩起呢件事情啦，尤其是係針對啲可能年輕人啊嗰、那個嗰、那個即係。不是很想參與，即是他們不支持、不鼓勵，自己也都不會出席六四集會，那就即令到那些人將矛頭撩起了去到年輕人的身上。是的，主要都是針對年輕人或者學生，我自己就沒什麼被人針對的，因為我本身沒什麼出聲，我去了兩個論壇的，我都即係我又冇講啲好特別嘅嘢，都有少少好特別嘅嘢都可以分享一下嘅。咁就矛頭都唔算喺我度。咁我見到咧，就矛頭係喺大學嘅學生會度比較多。即係見到好多文章啦，即係譬如港台節目嗰兩個，成日扮鬼扮馬嗰兩個，唔記得咗咩啊？頭條新聞係頭條新聞，吳子深同埋阿佢哋兩個就即係都大力鞭撻啦，叫我見到商台2881咧，就做到成日講人講地咁樣嘅，我自己覺得，即係佢就請咗港大學生會個會長上去啦，啊唔係港大嗰、那個中大唔好意思，中大學生會會長上去啦，咁就即係幾個謝佢一個，然後咧最犀利係佢之後剪完段片咧，那段片咧我覺得係講人講地嗰種style 嚟嘅，係啊，咁你又見到啲咩咧？即係首先就講翻就六四嗰、那個，即係六四個晚會啦。我自己本人就冇去嘅，因為我可能幾年之前已經開始唔再去維園個集會，而嘗試可能去咗其他嘅集會嗰度去睇啊，去試探個情況啦。上年去咗中大係咪？上年我唔係去中大嘅，我唔係去中大添。咁但係就我都有啲即係探子回報咁樣，就去睇個情況。因為係咯，始終有啲人係會即係佢自己亦都唔係一個相當之支持支聯會嘅心態啦，但係佢都有啲悼念嘅意思，咁所以就照去啦咁樣。即係可能係冇乜選擇之下，就唯有去嗰度噶嘛。咁但係睇曬翻嚟個結果咧，就令佢哋相當之失望喎。咁譬如話，佢哋之前有冇去過㗎？之前都有一路有去嘅嗰啲人嚟。今日仲要再失望啲。是相當之即係個結果相當之黐線嘅。咁首先講下就係話有啲咩觀察啦？你會睇到今年嗰、那個即係大會公佈人數咧，係跌到去即係九年嚟嘅新低，就去到11萬人嘅。咁警方公佈就18000到啦，差唔多10倍啦。咁你攞個中間數都係64000左右，其實都係跌，即係比上年同埋上上年咧已經係一路緊跌緊噶啦。咁翻轉頭去睇咧，就係話今年究竟
係主要係啲咩人去呢？因為之前港大做個民調就話，其實即係支持平反六四同埋呢個即係對於學生有冇做錯呢、這個佢支持學生嗰個比率咧，其實年輕人咧仍然係相對比較高嘅比率係咁做。咁但係去到即係啲五十歲或以上嘅人咧，就開始係減低咗個數字啊嘛。咁實際上去的人呢，就據我的朋友所說呢，反而就是年輕人真的越來越少。那哪些人是主力呢？反而就是一些即看起上來有三十歲左緊的那些人士。三十歲左緊，即可能是說是八零後那些。那時候出了世是幾歲的人？即是主要是一些八零後啊，或打後那些，即是說打上。如果你八零年出世，那你發生那一年就是九歲了。是啦。咁都未必懂事啊！嗰陣時，即係可能就係一啲佢哋可能細細個懵懵懂懂咁樣睇到啲大人，即係有啲反應。咁即係好似我當時都係咁樣樣嘅，即係可能睇電視唔係好知道發生咩事，但係啲大人就會喊啊，或者係有啲即係有啲好憤恨啊，好感觸啊，甚至可能已經有啲人會去咗遊行咁樣樣，即係。耳濡目染之下，嗰時唔係好知道發生咩事，但係大嘅時候就會慢慢吸收翻啲知識啊，去睇翻究竟發生咩事，從而去即係將佢自己連即係細嘅細個嘅時候嗰個記憶連接起嚟，去即係有少少去尋根啊，追溯記憶嗰扎人係即係去嘅主力。而講翻就係話另一個觀察咧，就係籌款嘅單位多咗，籌款嘅單位多咗。即係因為平時嗰、那個，譬如話六四嗰、那個，即係六四嗰個集會咧，係又譬如話記念佐治街嗰度咧，一條街嗰度夾道歡迎啊！夾道歡迎，咁就會有好多單位喺度，全部好似都喺嗰度偷籌款，係即係叫你入錢入錢入，唔係 ，OK 係，真係叫你入錢入錢，我需要你啲錢。咁但係以前佢會講，即係講下即係講下梁振英撲街啊！即係咁嘅狀態嘅，又或者係講下即係曾蔭權啊，董建華，總之邊個當政就講邊個撲街咁樣樣啦。咁、但係今年直情係 skip 曬呢啲咁嘅嘢，淨係叫你入錢，即係真空咗，純粹係大家入錢啦，唔好理咁多入錢啦，就係咁樣。同埋冇信息嘅，同埋我講俾你聽，單位多咗咧，係大鑊到由基利佐治街一路打啊，去到維園。維園直情係門口係塞曬所有嗰啲咩籌款單位喺度，水泄不通。一個政黨擺幾個 booth 喺度咁樣。咁你講個單位係同一個政黨分咗幾多單位啊？定係有幾個政黨？係同一個政黨拆幾個單位出嚟擺。咁所以就唔係實際上唔係多咗團體。團體都應該叫做多咗，因為你諗下，即係香港眾志嗰啲都有成立咗。上年開始有噶嘛。學生動員好似都去籌款啦，我見到。即係有一唔同嘅單位有籌款啦，咁同埋係擺 booth 啊之類咁嘅嘢，但係數起上嚟咧，一個黨可能擺咗三四個 booth 咁樣，係以前唔會嘅。據我朋友唔係以前都會，但係係冇咁多啊。咁據我朋友所講咧，其實多仲多過上年七日。擺嘅方法，咁諗翻就係話，點解會有呢咁嘅狀態咧？咁就喺嗰個籌款數字上面係完全反映到呢件事情出嚟嘅。即係今年譬如話支聯會嗰個籌款咧，即係支聯會其實係籌款係點樣咧？就係民主黨佢就唔會幫自己籌款嘅，民主黨話唔會幫民主黨籌款，年年都係噶啦，佢都係幫支聯會籌款。佢嘅今年就籌140萬嘅，咁係唔係即係？如果用支聯會佢自己嘅數字係咪少咗？其實又唔算係嘅，因為雖然佢上年係籌到174萬，今年籌到140萬就跌咗34萬啦。但係2015年嘅時候咧，其實人數係得135,000，但係佢籌都係籌到134萬嘅啫。Which is 你今年如果得11萬人去，但係籌到140萬嘅話咧，其實個數字上面唔算係跌咗。即係你除開人均消費，即係人均捐款咧，就係多啲嘅。都係10零蚊到啦，你平均一個人12蚊到啦咁計。但係最大鑊就係點解我會話啲 booth 多咗，但係點解會反映咗件事咧？就係、是。好多即係好多政黨咧，甚至係其實基本上所有嘅政黨咧，嗰個籌款數字係下跌嘅。
要知道呢，即係每個即係每年呢，其實啲政黨都會係咁樣樣去籌期啦，然之後就十分之一嘅錢呢係會上繳返去支聯會，即係好似十一奉獻咁樣㗎嘛。七一好似都係㗎，七一係要畀返十分一呢個民陣嘅。咁你當佢 book 場又好，有啲人難聽啲講保護費又好，咁呢個唔理啦。但係計返條數呢，佢 totally 其實係跌咗四成左右嗰個十一奉獻。哦，咁好似好多喎，你四成。其實金㗎，因為你會睇到就係話香港眾志咧，佢 上年籌到45萬咧，今年跌到178,000，其實跌到六成㗎。佢哋跌得最多啦咁。誒，同埋工黨都係啦，工黨由95,000跌到38,000，都係跌咗六成。percentage 嚟講就多好多。咁所以你睇到就係話，即係除咗係劉小麗、小麗民主教室係多咗5,000大洋之外咧，其實全線都係暴跌。咁所以個。所以個數字係跌得非常之犀利嘅，那個反應就係話咧，即係點解啲政黨組織嗰啲成員會喺事前咁著急，而甚至係有傳聞，都唔係傳聞添啊，係確實就係話有啲政黨係臨通宵走去霸定位先，即係霸靚位嚟籌期咁啊！嚟籌期咁，然之後大家就歡歡喜喜咁樣，即係歡樂滿中華咁樣去籌期嘅。咁但係你會睇到就係佢係相對積極，但係個籌款數字係相對係跌啦，跌咗四成咁多啦 total。咁你睇到就係嗰、那個，即係大家對於即係除咗對於支聯會係失去信心、失去耐性之外咧，其實更加重要嘅就係對於傳統嘅政黨，即係呢班去參與呢個集會嘅嗰堆政黨咧，係更加失去信心。即係你連喺呢、這個即係我哋老土啲叫春秋二祭嘅咁重要嘅六四晚會嗰度，你都籌唔到款嘅話咧，咁其實你好艱難嘅喎，因為譬如話你支聯會嗰啲可能會有人包到底啦，你近來九年嚟你都唔會低過130萬嘅，咁但係你政黨呢、這個其中一個比較主要啲嘅收入來源嚟噶嘛，但係你係。即係連去推銷理念啊，或者係你趁呢個機會去宣傳自己啊，都唔係好做到嘅時候咧，人哋對你失去耐性咧，係一個遲早嘅問題嘅。而呢樣嘢亦都即係反映喺你個籌款數字上邊啦。而你睇到就係嗰啲政黨，即係啲錢跌得咁犀利咧，其實你睇到佢哋嘅 back up 其實都唔係好強。即係你講佢哋嗰個群眾嘅支持，即係群眾支持之外，亦都係你知道。即係啲政黨其實傳統政黨背後都可能會有啲金主噶嘛，亦都可能會適逢期會嘅時候就有一個比較大額啲嘅捐款咁令佢哋去即係maintain到咁樣噶嘛。唔係佢哋唔會喺嗰個時候捐啫，即係如果你話係金主嘅話，咁你睇翻咩工黨啊嗰啲乜嘢黨嗰啲黨慶都好啦，佢哋嗰啲籌好多噶嘛，即係工黨係10,000籌1,000,000咁樣噶嘛。公民黨好似都係嗰類啦，咁但係嗰啲就真係正正式式係包底啊嘛。但係呢個佢係咁呢個係反映普羅市民嘅嗰個支持咯，就唔係大金主嘅支持啊。其實都好有機會係嘅，即係大家會去就照去咯。但係無論係對於支聯會也好啦，對於嗰啲參與嘅政黨都好啦，佢哋嗰個即係佢哋嗰個支持度好似係。好似係因為時間而削弱，亦都可能因為佢哋即係行動上邊就可能停滯不前而削弱都唔定嘅。咁你都講佢哋今次係純粹嗌捐錢啦，咁會唔會係因為佢哋冇提出啲理念咧？即係譬如以前話我哋要梁振英下台，即係類似講句咁樣嘅口號，咁人哋入錢就入落入俾梁振英下台啊嘛。咁如果而家係長毛就係、捐錢捐錢，我要你啲錢。咁你就變咗係捐錢俾長毛嘅啫喎，我覺得呢個即係會唔會有可能係有個影響喺度咧？但係另一方面，你要知道就係話即係無論係自決派又好啦，劉小麗又好啦，即係佢哋都會可能係社民連都好啦，佢哋都面對緊即係會 DQ 嘅官司啊嘛。嗯，即係當然啦，就佢哋三月話宣判，但係就因為話拖咁，所以就拖到依家都仲未判咁樣樣。咁、那個官司可能唔知要仲要延續幾耐，而佢哋個錢其實係需要噶嘛。如果你一 DQ 又好，你或者係決定上訴又好，你嚿錢就越滾越大噶嘛。而佢哋嗰個爭取公義基金其實係籌到依家都籌唔夠錢噶嘛。即
好老實講，其實係佢哋係好需要錢，而佢哋本身亦都係陷入一個真正正嘅政治困境入邊嘅。但係當佢哋即係咁難聽啲講，好水深火熱嘅狀態之下，仍然係籌唔到錢，而且佢又已經落力咗好多啦，甚至會唔會係今年或者呢兩年係籌款籌得太多呢？即係嗱，你啱啱過咗選舉啦，咁選舉梗係大家捐錢捐錢捐錢啦，咁啲人梗係喺選舉嘅時候係奮身支持啦，咁我估計，跟住你去 DQ 嘅時候又籌錢啦，咁我可能真係過往呢一年係籌得太多啦。咁你啱啱做年宵啊嘛，咁其實年宵佢都又捐咗筆啦，咁你變咗係每隔一兩個月又捐一次，個個都奮身，你瞓到六四嘅時候真係喂，冇咩可以瞓落嚟咯，呢個可能係嘅。咁但係捐款呢樣嘢其實好 regular 咁啊，即係譬如話你唔會話今年捐天安門冇親，然之後下一年你就突然間唔捐咁樣樣。咁所以就支聯會個數就冇乜點變嘅，但係對於政黨嚟咧。即係嚟講咧，個數咧就會跌咗啦。佢 selectively 咁樣啦，咁可能即係對於啲民眾嚟講，佢哋嘅理念唔夠強啦，或者係覺得佢哋個理念，或者係覺得佢哋嘅行動上面唔夠，即係唔夠前進啦，又或者係即係 DQ 咁樣，但係打嚟打去唔係好切身咁樣喎，總之其實個理由都相當之多嘅，但係就令到即係佢哋咁積極，而個數字又係咁跌嘅時候，會即係啲咩咧？即係你可以從呢件事，我哋會知道有啲咩問題或者係咩啟示咧？其實都可好可能係對於個即係對於傳統政黨個厭倦喺度嘅，而另一方面又即係喺即係喺個集會嗰度都有啲小插曲嘅，喺即係未集會之前啦，咁有個。有左翼團體啦，就叫無國界社運咁樣。哦，但我唔知咩嚟喎，我就係見到佢有，我見到佢出咗個聲明嘅，就係咩譴責咩支聯會義工，唔知點樣暴力對待佢哋定乜嘢。咁佢係啲左交 friend 嚟嘅，咁佢本身其實無國界社運係有喺做嘢玩交喎，個名似玩交。唔係，佢有喺維園嗰度擺 booth 嘅，其實就擺喺工黨隔離，就喺度即係義賣啲書啊嗰啲咁樣樣。咁其實出事嗰班咧就係嗰啲唔係賣書，亦都唔係籌旗嘅，純粹就係派傳單嘅義工，就喺維園外邊派傳單咁樣。咁就據說係俾啲支聯會嘅即係狗察去阻止佢哋派傳單啦。咁言談間就有啲推撞咁樣嘅。咁點解唔俾佢哋派咧？有冇即係可能係？其實都冇講得好清楚嘅，即係純粹就係話即係可能係理念唔啱啊，或者係。話你喺度派啲咁嘅傳單，好似又唔關呢個集會事咁樣喎，咁樣樣。咁當然啦，呢啲比較少嘅團體，佢本身都係可能係被即係傳統或者正統嘅嗰個叫做組，即係嗰啲泛民嘅組織係邊緣化咗咁樣。其實啲左翼人士或者左交咧，佢哋自己都講話支聯會咧係會恰佢哋一啲細小嘅左翼團體嘅，即係佢哋自己會咁樣講。咁呢個即係佢哋成日都話俾啲主流去壓迫㗎啦。咁但係另一方面就係睇到就係話支聯會嗰、那個即係嗰啲對於義工嗰個培訓都係由始至終都係相當之咁霸道，即係好奇怪怪。郭兆傑啦，郭兆傑去咗籌錢啦。郭兆傑好，即係點啊？郭兆傑係攞住個籌款箱，而呢個籌款箱就係喺個底嗰度。咁你睇到工黨點解會即係個數字咁低迷？可能三萬幾就得，三萬八啊嘛，即係個數字相當之低迷，然之後係好唔開心。但係就又另一樣令到啲人好不滿嘅地方，就係因為你見到。即係嗰啲籌款嘅義工啦，咁籌完款之後就大家喺度笑騎騎咁樣，然之後喺翻個現場嗰度影翻張大合照啊咁樣樣。其實應該係成個過程都係好開心、好歡樂嘅。其實年年都係咁嘅。跟住就我想講年年籌完之後咁，梗係勝利姿態耶咁樣，大家影張相大合照耶咁樣，係好開心噶嘛。無論係長毛啦、阿小威老師啦，都大家可以揾到啲相都係好開心耶咁樣。係啊 ，even 范國威嗰啲都係咁樣樣。范國威係啊，范國威呢個仲威添啦！我聽人哋講話佢周圍插旗啊嘛，即係佢為咗，即係我網上見到個 status 就係話佢
甚至是拎人哋啲旗走，換自己旗上去周圍插，就好少緊要咁樣啦。相傳嗰個提早霸位嗰個咪就係佢哋咯。哦，咁緊張啊！因為要籌啲選舉經費啦。又補選近料啊嘛。補選近呢個真係補選近料，佢自己講咗啦。即係咁當然啦，你睇到就係話大家做咁多嘢，其實個作用亦都唔係好大啦。個數字係咁跌，個數字係咁跌，而支持你嗰啲人就即係可能係去向翻即係中年化咁樣樣，啲年輕人啊越嚟越唔聽你之笛，咁喺即係場外咁，然之後又一大堆嘅所謂討論，而討論完之後都唔夠，仲要係你啱提到頭條新聞嘅曾志豪咧，仲要係撰文一篇就話喂你唔拜山。你唔拜山，我打你喎咁樣樣。其實我冇睇佢篇文嘅，即係我冇乜興趣睇啦，都係嗰啲啦。我見到係話咩遺忘啊嗰類啦，話冇血性啊嗰類咁嘅嘢啦，係嘛？係啊，即係佢咪話俾你聽，你呢啲唔拜山嘅人，咪就講到你好似不孝啊，講慎終追遠嗰啲咁嘅嘢。係啊，講到你係冷血啊咩性咁樣，我咪即係佢個主旨就係話，哦，你哋係遺忘，然後唔拜山，跟住就係不孝，類似係咁咯，係嘛？其實我真係唔客氣咁講句，咁你每一年，即係每一年去嘅都係可能係講緊十零萬人咁樣啫嘛，你最多都係叫到十八萬人嘅啫嘛。呢個係佢報嘅數。係啦，佢報嘅數㗎咋。佢嘅數。咁你每年有七百幾萬人係冷血啦，係唔理啊，係遺忘歷史啊咁樣樣，咁點解你唔追打嗰啲人？其實我喺個港大嘅論壇咧，我都有講噶啦。一開波我就係話，即係點解要悼念呢？係有個原因喺度噶嘛。即係我自己歸納咧，就係兩個原因啦。一就係你對嗰件事有情感，即係嗰啲先人、嗰啲故人係有個情感嘅連結喺度，你表達係追思故人咁樣。第二樣嘢就係佢哋個精神，你好欣賞，你好想傳承佢嘅。咁你咪去悼念咯。譬如我舉個例子就話三一一大地震喺日本，咁嗰啲係你嘅朋友、家人、親人或者你嘅國民，大家係自己人嘅時候，有人犧牲咗啦，咁你咪即係表達一個哀痛、一個紀念佢咯。你經歷過，咁你有個情感喺度。如果唔係嘅，就係可能嚇喺三一一咁有啲人係做拯救隊員又殉職嘅，可能係啦。咁我唔知有冇。咁有啲人就去紀念呢啲哦咁無私嘅人去犧牲，咁我哋要學習佢精神咁樣。就正如其實係六月二十三號啊，嚟緊呢個沙士當年係即係香港本身係話一個疫區嘅。咁六月二十三號咧就係話香港正式剔除喺呢個疫區名單度剔除。咁其實上年都已經有人去做佢呢個紀念啦。咁係紀念啲咩咧？就係、是、因為當其時係啲香港人犧牲咗啊嘛。咁另外啲醫護人員亦都係犧牲咗。咁我哋覺得佢嘅精神好崇高，咁咪去紀念咯。咁翻翻嚟六四呢件事就係、是，如果嗰時候未出世嘅，好似我呢啲咁啦，或者而家嗰啲大學生基本上全部咧都係未經歷過嘅，因為佢哋係九十年代之後出世啦，冇可能經歷過啦。咁佢哋就冇曾經經歷過嗰種感覺喺度，即係嗰陣時你話嗰啲大人佢哋係有經歷過嘅，佢哋覺得自己一部分噶嘛，覺得哇好即係唔開心啦、絕望啦、哀痛啦、憤怒啦，咁佢哋會有嗰啲情緒，到到今時今日可能都會有。咁但係新一代係冇噶嘛。咁第二樣嘢就係、那個精神咧，究竟你傳承係啲乜嘢咧？咁多年嚟，支聯會其實佢就係不斷即係用口號嚟教導大家，就係呢個係一個愛國民主運動，然後不斷用一個中國民族情緒咧。中國民族主義嚟維繫所有嘢，哦，大家都係中國人啊，血濃於水啊。蔡耀昌就話：我睇翻佢嗰哭腔嘛，即係大家成日都講哭腔啊嘛，睇翻哭腔。哇，佢讀嗰篇嘢犀利喎！呢一度係祖國南邊一個小島嘅燭光。哇！你呢擺明係好強烈嘅一個即係中國嘅民族主義啦。我自己覺得係咁啊，佢就好簡化所有嘢，咁變到究竟你係傳承緊啲乜嘢精神呢？他們就很模糊地是一個民主和是一個愛國，你又 對於新一代的人，我們又不是愛這個中國，是不是？那你的精神是什麼我又不知道，是很難傳承下去，那很難怪新一代的人是不想去，甚至是你說的有七百萬人其實都是不 care 這件事的，不是不 care 啦，即是沒有去先啦，你不知道你 care 不 care 啦，即是可能他們都知道這件事很哀痛，但是他們不去咯。那我就覺得
佢哋而家用嗰種方法咧，難聽啲講句咧，就好似佢哋選舉嗰陣時咧，就叫做屌客，即係咧屌嗰啲人啦，即係鬧嗰啲人啦，就哇你做乜唔嚟啊？你哋係啲遺忘啊，冇良知啊！咁我覺得唔係用呢種方法嚟叫人嚟呢個悼念咯。同埋你好人格分裂噶嘛？你就好似係即係一年365日入邊就得嗰一日，你係要聲討呢個中共。啊！呢個係盧斯達都有講嘅，喺嗰個論壇嗰度，即係佢就話佢甚至講到好衰嘅，即係佢話你嗰班人咧，台上嗰班人咧，就364日咧，就諗緊點樣同個中共去妥協啊、大和解啊，突然之間你去到嗰一日咧，又好似反共咁樣，少少反共咁樣，就係、是、一個精神分裂啊。其實有個好形象化嘅情況，就係上一次咧，成班立法會議員咧應邀去呢、這個。即係去呢個廣東省嗰度視察呢、這個係睇水啊，即係睇呢個東江水嗰、那個處理咁樣噶嘛。咁就說也奇怪咧，即係梁國雄就即係佢唔著嗰啲綠色 T 啊，唔著嗰啲結束一黨專政 T 嗰啲。好似有掛嗰啲黃色嗰啲。有掛黃絲帶喺度咁樣，咁就成功入咗去嘅。咁、yeah. 然之後佢就即係除咗同呢個即係建制派議員係好開心影相之外咧，仲要係同黃碧雲喺呢邊五星紅旗面前影相咁樣噶嘛？即係你佢好似仲喺公安唔知咩局咁樣嗰度有個招牌又影咗相，咁又好開心耶咁樣啊！即係你會諗下就係話你喺嗰一日你就會逃即係啊！又話要聲討屠城責任，係啊，要追究屠城責任啦，又要聲討呢個殺人政權啦，然之後又要啊，即係用翻以前嗰個口吻，就係話呢個要打倒呢個法西斯政權啦。咁但係你講到，但係你就可以喺呢個法西斯代表法西斯政權嘅一面旗嘅面前喺度影相喎。喂，你喺香港係燒國旗啊、燒港旗嗰啲咁嘅樣嘅一個人嚟嘅，即係呢種唔單止係人格分裂，而係完全係唔知道你喺度做啲乜嘢嘢。黃碧雲好似係基督徒嚟添啦，咁、啊、你喺呢幅旗底下嘅基督徒係受咗幾多苦難，拆咗幾多十字架，殺咗幾多個教堂，呢啲佢唔理嘅，係嘛？共產黨係無神論者嚟噶嘛，無神論主義噶嘛，係咪？嗰粒大星就係代表共產黨啦，好明顯啦，跟住就嗰幅旗啊，代表血噶嘛，係代表。革命啊嘛，殺人死人噶嘛，佢哋呢啲係完全唔理嘅。同埋最大禍在於咧，即係其實要拉翻嚟個意義上邊咧，你提到就係話，有好多人去嘅時候咧，佢哋唔認同支聯會之餘咧，亦都話啊，支聯會唔代表我啊，或者佢認為呢個愛國民主運動都唔代表我啊，純粹我就係去悼念嘅啫。但係我記得有一年咧，我自己有去嘅有一年咧。李卓人咧係喺個台上面好大大聲咁樣講句：今晚嘅維園唔單止係香港嘅維園，仲係中國嘅維園。好啊，嗱，講到李卓人咧，我哋休息一陣，陣間翻嚟再講佢。